三字经，人性本善。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性相近，习相远。这部分的意思是说，人出生之初，天性本来都是善良的，性情也相差不多，只是后天所处的环境和所受的教育不同，人们的习性才形成了很大的差别。再读一遍，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性相近，习相远。